我们先了。我要问。色色的吗？我是雷拉 ，I'm 雷拉。雷之街坊系列啦！由于这个街坊系列呢，大家真的是太喜欢了，于是我们把它这个节目升级再升级，所以道具都出来了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我们也拍得开心。那由于今天呢是礼拜天，天气天好那边，今天要来街坊什么呢？今天的主题是：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相信。这边分享一个故事，不说你们不知道，我跟我前夫其实就是一见钟情的。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一见钟情，但我对他是。所以你算是有点闪婚的状态是吗？我们在一起两年才结婚啊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访一下西门町的人们啊，你们一见钟情了吗？那你跟你老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先在 Facebook 上面认识，聊天聊一聊之后，他问我在哪里工作，然后我就说我在 Seven 打工，他就来探班。我在收银台前面往外看，虽然他戴着安全帽，那个画面我一看就知道是他了。白马王子。对，虽然他很黑，黑马王子。但我们现在废话不要多说，来去街坊街坊 Lego。嗨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访问一下吗？可以。想问说，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哦，相信。那你相信吗？相信。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一见钟情是怎么样子的发生吗？看到，然后就觉得还不错这样。所以我在说有没有就是一见钟情然后真的在一起的？还没。但是你的一见钟情，现在就看到觉得哦很棒。这个好像不是一见钟情，这个真的是我看到一个帅哥觉得好帅哦。你呢？看到你。撩了。那我想问你们，相信网络上能够交到真正的恋爱吗？不太信。你可能 FB 啊、IG 啊，聊聊就生感情了。网恋没有交过？没有。Oh my god！ 想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有。哦，要分手吗？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怎么认识的？同事吧。我想问你，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不信。那你相信只能在网络上交到一个可以真的在一起的女朋友吗？有可能啊。那就是一见钟情啊。现在网络上认识人家，然后见到面第一眼就觉得他适合跟你在一起，那不是一见钟情吗？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心里有个预算，说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什么个性，因为有聊过。那你有自己有过一见钟情吗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别人对你一见钟情？也没有啊，我看起来不像是个一见钟情的菜吧。就是因为看你背影蛮帅才来访问你。是吗？谢谢。那你跟你女朋友是日久生情还是一见钟情？日久。所以你第一眼看到她是什么心情？没有心情，大家都同事，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。哎，我很讶异呢，可能是你女朋友吗？哦，不是不是哦，不是不是，路人路人，谢谢。不会。怎么办？我找不到跟我一样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呢，没有同类人呢。嗨，你好你好，想请问你们是情侣吗？是。啊，怎么认识的？大学同学。请问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我对他一见钟情。那你呢？也是。终于找到了。开学第一天就对他感兴趣吗？就觉得他长得就我的菜。啊，你也是吗？对。那你们交往多久了？三年多。那你们觉得在网络上交友，然后约出来会发生一见钟情的可能吗？约出来通常应该不会是想要一见钟情。那如果真的只是在上面找恋爱的，遇到渣男几率比较多。喜欢才会约出来吧，所以一见钟情。然后如果出来是照片，那就先算了。好，感谢你们。谢谢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就说一定找得到吧。再去来访问第二个 Lego， 你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？走掉了，他又对别人一见钟情了。可以访问你们几个问题吗？我在做街头访问，想问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相信。你有经验吗？有吧。等一下，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？就见面就有好感。啊，是怎么认识的？是网络上？对，网络上认识的。我们网络上是在 FB 还是 IG 上认识？还是用交友软件？用交友软件。那你是用什么交友软件？用那个 WeTouch。哇，那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？就是暧昧暧昧的。但是对方互都有好感。对。那个跟他互有好感的男生，人家都讲成这样了，你还不跟人家赶快在一起？到底在干嘛？男生就是要把握机会。我激动了。没事。为什么你会想要使用这个？其实就只是无聊打发时间，聊聊天这样子。然后意外的捕获到了。对。日久生情的一见钟情。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就说西门町出美女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想问你们的是，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吧？不是。我要问的是，你
会有玩交友软体的经验吗？没有哎。那我想问，你们相信在交友软体上面聊着聊着，然后约出来会发生一见钟情的可能性吗？不一定哎。不会吧？为什么？应该要看聊多久。那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不会。不信。见到他就发现他整个人给我的磁场跟气场，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要看个性哎。对，一见钟情很难发生。谢谢。好，我在做街头访问，谢谢。跑的跟那个第一展的一样快耶。找一见钟情的对象吗？怎么了吗 ？Hello， 我想问，你相不相信有一见钟情的可能发生？会吧。你呢？会，只是可能几率不大。你们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对啊。那你们有没有曾经在网络上认识到一个男生，然后约出来见面，发现感觉不错，可以有在一起过的吧？我没有。为什么？现代人不是应该很多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跟我老公之前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聊天，聊一聊认识，见面之后就一见钟情，爱上对方，后来离婚的啦。哦，我们至少在一起了三四年，是你知道吗？两个人相处久了，个性都会改变，改变之后就已经不是当初原来的那个我们了。跟你讲的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中午吃饭时间出来看个电影啊，然后看两个小时再回去。看，工作到一半出来看电影，这什么？啊，看什么佛心公司啊，看到没？哎呀，终于放假还是上班。哈哈。我想问你，这个。好啊，来问吧，问了。请问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不相信，但我相信一夜情。请问你有一夜情的经验吗？没有哎，一夜中出了。好，认真问啊。一见钟情，其实我相信哎，既然命中注定，就会碰到，会注定会相爱。这种人都是几千万才遇到一个。那你有没有在网络上交友过？有，但没有成功。先不论成功与否，你有没有在网络上交朋友的时候，然后对人家先产生了感情？觉得是会有的。啊，语义有吗？有，已经有了。那是一见钟情吗？觉得哎，这个女生跟我以前碰过完美，就感觉差了，就非常与众不同，应该就是我的 Miss Right。语义听到啊，不要答应。回公司啊，真的要回公司不放假吗？电话上片了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看到了一位我的很眼熟的朋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是我就是从小到大的国外的朋友。你刚在干嘛？那我想问你，就是有一见钟情过吗？有。怎么发生的？就上国文课，然后一个女的坐在我后面，两个月都没注意到。然后有一天我朋友就突然说，哎，介绍妹子给你认识啊。结果一看到就，可是他坐你后面坐两个月。对啊。那你有没有使用交友软体？刚开始有用过 WeTouch， 但是台湾人吗？对，因为刚来台湾的时候就没有认识很多台湾人。那你有没有遇到就是聊得来的女生朋友？有的女生聊天的话题就很怪。怎么说？她会突然跟我说，哦，我最近经痛很严重什么的。经痛很严重？对，因为我认识你哦。那你这么恐哎，想要你安安慰慰她这种感觉，都会对我讲，你怎么不会对那些女生讲啊？那你要去哪？西门逛逛嘛，看会不会有经痛。你去寻找你的 Mr. Right 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访问几个问题。想问你有没有一见钟情过？那想请问一下，你有过吗？反问呢、欸？有啊，虽然离婚了。没事嘛，过程比较重要。哇，谢谢你。那我是想看电影，想送那个车。我最相信一见钟情的。你自己的一见钟情是怎么样发生的？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帮刘琦配对啊。帮他配对，然后爱上人家。哈哈哈，那么可爱，我第一次听到黑奶，你们知道吗？那就是我一见钟情的人。那你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感觉？怪叔叔。那我这也是人家一厢情愿的一见钟情哎。比较好奇啊，你帮他配对，怎么就可以一见钟情在一起？因为他很会音乐啊，我很爱音乐啊。他作曲我唱。做出爱来了，做出爱来了！啊，一见钟情，最佳一见钟情代表啊！好，阿娇帮我配对。真的很会找，真的找了很多结婚的。哎，怎么又碰到？我的妈呀！今天有没有到？
到这里结束啦。原本我以为一见钟情的人数是真的很少，没想到其实这个比例是一半一半。你可能有大部分的人不懂一见钟情的定义在哪，可以很广，也可以很狭义。那所以就是见仁见智，见仁尬义啦。因为我们有采访到，好像有好几个说一见钟情，然后是在 WeTouch 上面认识的。要想找一见钟情的话，也欢迎上路人所说的 WeTouch 上面去寻找你的缘分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一见钟情的经验告诉我。